很开心啊，今天担任本次的主持人，我叫秋秋。不知道我们今天的课程价值百万，对不对？从惠州过来的，还有从龙岩过来的，厦门过来的，漳浦过来的，对不对？都是远道而来，给你们为自己的热爱学习的这种心一个掌声，好吗？那我们的话呢，我们废话也不多说，我们接下来的话开始进入正式的课程，把最好的时间留给最精彩的人，好吗？那我们的话接下来请到这位的话呢，他在狗爸爸的话呢里面平台里面呢，通过一个星期的时间做到了引流，做那个团购，做到了500到1000单，也是在整个漳州的话，那个团购榜里面的话排到前3名。那个重新介绍一下，我叫何茂雄。那上一份履历的话，一直在干房地产，干了有10几年。你们所在的这栋楼，万达广场，就是我回漳州干的第一个地产项目，一直从这一个项目的打地基到每一套房子卖出去。包括这栋写字楼也都是在我跟我的团队带领下卖出去的。那我人生的第一套房子也在这个万达，当时嘛也就5000多买的。知道大家知道现在这个边的房子什么价格吗？10000多。我们第一套房子出手差不多在16000左右吧，所以跟对这个大势非常的关键，对不对？上一个风口，应该讲前个10年是房地产的一个投资的高峰期，所以很多的这个人在这里面拿到了结果。那在今天，什么是下一个风口？什么是下一个风口？大美业。我们美业应该算是长久不衰的一个行业，它不算风口，它是不断有新的项目出来，所以我们讲的是项目的风口。那美业的话应该是属于一个行业的长久的一个风口，它值得我们所有人长久的永远的去经营下去，对不对？好，那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是流量从哪里来，我们怎么通过我们的努力去捕获它，在这过程中拿到结果。你可以看到大家可以点进去啊，有没有媒体榜、收藏榜或者热销榜，进去了一定是很多是连锁的品牌，很多非常非常 OK 的这个做很多年的这个本地的品牌。那为什么我们能做到第三名呢？哎，这个是第一周的这个订单的数据啊，370单。虽然这个金额单量它是不小的，不多的，但是单量摆在这里，对吧？我跟你讲，抖音现在做团购，大家不要陷入误区，是不是在上面像美团一样把你所有的团单都上上去？错了，是它就是一个公益转私域的一个平台，所以你应该把抖音作为一个获客的平台，而不是挣钱的平台，明白吗？当你有大量流量进来的时候，那你还何愁挣到钱，对吧？好，那抖音现在团购开放哪些行业呢？大家可以看一下餐饮，是不是大家常收到餐饮的这些信息？好，第二个是丽人是什么呢？美容院，这个美容美发啊、美甲，这个都算丽人的这个板块。还有什么呢？休闲娱乐 KTV 啊，这个足疗按摩呀，还有一些什么运动馆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还有住宿，现在在酒店它也是有可以上的抖音团购，很多的民宿啊什么的，然后包括哪里呢？包括游玩，就是各个景区，那再有就是运动健康，然后包括生活服务类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细分的领域，也就是说，抖音现在目前给到本地服务的一些商家开放了这个团购的端口，那这个对于我们美业人来讲，或者在座有很多非美业人来讲，它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以前大家是不是到饭点的时候才会打开美团？好，这个时候大家会不会打开美团？会打开饿了么？不会吧？到吃饭的时候会打开吧？那这个时候会不会刷抖音？会。早上10点到11点半是刷抖音的高峰期，所以你如果要
早上发视频一定在九点半左右或者九点之前把视频发了啊，到早上的这个流量风口就来了，到下午一般两点开始又流量又开始起来了啊，一直持续到五点左右啊，晚上也有个高峰期。那我们通过什么呢？视频展示，然后到点击链接，然后进行购买，这样一个消费习惯的一个转化，然后去获得团单的转化。那这里面哪些因素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团购这块的一个销量呢？来，首先你的视频质量、清晰度跟画法，每一个都是很细节细节。今天我更多的是讲怎么去做抖音哈，更细的东西不深入的去讲，因为这个每一个板块都可以做一个。还有第二个是内容质量，从音乐到技巧到内容到卖点啊，还有一个团单的这个你团单的设计标题啊，包括详情页啊，最后是价格，所以价格其实一定是摆在最后面的。如果你想通过低价去抖音上引流的话，只有更低没有最低，是不是？自助餐、工作餐、豪华套餐，如果你这么上的话，有没有下单呢？没有，或者说点击量很少。那双人自助晚餐，是不是？我有定位是人数，双人和牛自助晚餐，是不是加了门店的特色和牛，对吧？好，再往下。情侣双人和牛自助晚餐是不是更精准了啊？适合情侣的什么？再往下，情人节专属是不是加入节庆？所以在抖音上面啊，你的客户画像越精准，流量来得越快。试一下放开。关于你的使用范围哈，我们再来归纳一下，那这样就可以对标到客户了。肤色不均，还有一些小姐姐很年轻，但是呢。眼周啊、额头啊、嘴周是不是比较暗沉？啊，像这种怎么解决？用红外一体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然后还有一个毛孔粗大的，毛孔粗大的问题，是不是？用完之后的话，整个毛孔它是可以马上看到紧致的效果，看到细腻的效果。还有就是解决一些痘痘肌的问题。啊，反反复复的这种激素痘或者敏感痘，还有一些痘坑、痘印，用我们的外立体可以解决。还有一个红血丝、敏感肌，对不对？现在的小姐姐是不是很有感受？啊，原来是不是脸两边会经常会泛红，是不是？用我们的外立体之后的话，整个面部都修复起来，可以修复的敏感肌，红血丝、敏感肌是很难修复的。有些客户啊，他用这种修复的产品，用一年、两年、三年、四年都没有用，用我们的外立体做个两到三次，整个敏感肌啊就给他恢复了正常状态了。啊，还有一个过敏性皮肤，什么叫过敏性皮肤啊？就是稍微天气一干燥、一变温哈、或者一会变季的时候、交替的时候，特别现在秋天刚入秋的时候，很多人的皮肤它是非常敏感的，这个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刚刚早上起来。就红了，就肿了。还有一个，他用什么护肤品都是不能用的，只能用基础的水和乳液。但是这个基础的水乳液又没有办法保证他皮肤的营养需求，所以皮肤就会越来越糟糕啊！这是一个修复敏感肌。哎，再来，什么作用？抗衰啊！我们外立体它有抗衰的效果，但是它不单单是抗衰，对不对啊？它抗衰可以解决什么问题呢？面部的细纹。还有颈纹、抬头纹、硬平安纹、法令纹、木偶纹，一系列的这些纹路，通过我们的外立体，它都可以得到改善。啊，如果是浅层的这种假性的细纹，做完一次，马上物理照一拍出来就非常的明显。啊，我们这种体验式营销就是这样给客户去做完，体验感好，他立马就下单了。那如果是比较深的皱纹，我们会搭配种植的技术，就让它吸收率更高，这样效果就会更好。啊。还有一个炎症的一个色素沉着，可以淡化色素啊。淡化色素这个应用可以用在什么呢？就是有些客户他满脸的黄褐斑，是不是？脸颊呀，还有这个额头啊，会有一些黄褐斑。那用完外立体给他做完一次之后，让他过来做这个色沉和色斑都会淡化非常明显啊。那我们来看一些案例哈。外立体它本身。就是我们人体的细胞分泌的囊泡啊，就是我们人体的细胞分泌的一种
特殊的一种物质，它携带了很多的一些活性的物质，可以这些物质呢，它就可以去修复我们的细胞，让我们的细胞再生，修复我们的敏感的这个细胞，而且可以给细胞提供这样的一个营养，对吧？但是所有的细胞都会释放外泌体，比如说我们人体的血液的细胞啊，表皮细胞都会分泌外泌体，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婴儿的皮肤，它的修复能力特别强。比如说我们家宝宝，宝宝现在5个月，他经常会去抓自己的脸，一抓完马上就是红印，直接出血，但是第二天早上就好。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如果皮损了，是不是有时候修复一个星期甚至一个月才可以？那就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婴儿或者说比较年轻的细胞，它分泌的外泌体具有超强的修复能力。那我们要改善我们的皮肤，所以就需要这种超强修复力的外泌体。那我们特级药的外泌体的话，就是从我们的脐带血里面的肝细胞当中提取出来进行分泌的这种外泌体，所以它可以保证我们这个激活的活性是最强的。而且我们外泌体它的直径是非常小的哈，大家可以看一下，一根头发的直径是6万纳米，但一个外泌体的囊泡它只有头发的1/1000，所以它是可以直接，像这个是外泌体，它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细胞里面去，直接进入到细胞里面去修复，而且还可以去帮助细胞进行一个裂变。来看一下我们赫吉纳的鲜活细胞外泌体，它是如何进行一个生产的。刚才和大家讲到就是从我们的脐带胎盘当中提取的间充质干细胞进行一个培植，然后从这些间充质的干细胞里面进行分泌的一种外泌体。它的整个培植都是环境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必须要在专用的实验室里面，细胞培植的实验室里面才能够去存活，而且都是在-196度的条件下进行一个低温萃取。所以我们的外泌体它不是在化妆品生产的厂家生产出来的，是在细胞公司进行一个培植低温萃取出来的，而萃取完之后呢，是需要-18度保存。而所以我们要给所有的伙伴和客户去不断的去强调，你要注意快递，比如说你订完之后2到3天内一定要注意接收到快递啊，收到之后立马要当冰柜常温下的话是可以保持6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但我们正常建议收到之后要直接放到冰箱里面去所以我们外泌体的活性它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的一个1毫升里面的活性单位最高是可以达到1300多亿的囊泡，就是1毫升，就一个单位。但是很多市面上的外泌体，它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活性单位的，很多也就几个亿，很多也就几亿。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赫吉纳的1只外泌体是不是可以比上很多这个一般的这种上千亿的外泌体，或者说其他品牌外泌体的10几只，甚至几百只的效果，对不对？所以大家体验完之后，会不会觉得效果很好？是，就是因为它的活性保持度是非常高的。